喂，这个主持人文成兄啊，是我20多年的好朋友啊，他是一个非常奇特的奇人异事。我活了几十岁了，才开始对水啊，我们很少知道水 是什么东西。大家每天接触，每天需要，渴了就喝水，但你对水的学问有多大，你不了解啊。我从他那边开始对麦饭石的水研究，所以这20年对水有下过功夫。将来有空再来讲水的专题。真的，我有次同学会，我说我活到40岁以后才比较懂得怎么喝水，到了50岁以后才比较懂得怎么吃饭吃菜，这一点都不谦虚，问题多多啊，因为有人活到这个年龄都已经差不多了，就是对水对这些没有搞清楚啊。那在座几位先进，这个尤其妇女同胞都这么杰出，也令我很感慨。那因为今天谈的这个医疗主题啊，跟我们全民有关啊，甚至妇女同胞常常都是西医的这种魔道医学药学下的受害者啊，比我们男生更惨啊。所以这个我今天要讲这个主题，那因为每次这个安排个时间都太仓促啊，这个讲2小时、3小时，我在别的健康的地方都是这样，而不会冷场，要休息就休息，不休息就不休息。我讲人都不会累啊，听人保证不会累啊。那通常这个半小时、1小时啊，这种演讲时间通常不太够，因为大道理啊，你15分钟啊也可以讲个概要啊，在大学外文的报告，15分钟到半小时，你把这本书做一个介绍，再讲就啰嗦了啊，这是个本事。但你要把大道理讲清楚要大功夫，《道德经》5000年，第四历代注解老子《道德经》的千千万万本，圣经整个告诉你什么神人调和，关这4个字啊，多少的牧师，多少的圣经专家写的1000百本的所谓属灵书报，对不对？马克思整个思想，整个告诉你就是废止私有财产啊，4个字废止私产啊，解释马克思的东西千千万万本，对不对？所以大道理啊要讲清楚啊，要花功夫啊，这才叫学问啊。那今天呢，我这个题目啊，大家听的好像都太情绪化，哇，什么西方医药破财之命啊，我这个用的比较客气啊。有一个中医啊，他不像我这样，他直接是谋财害命啊，我已经修正啊，比较缓和这个修辞啊。这个中医啊，这个人叫彭义俊啊，是个客家人，我一直没有见过他啊。他写一本书《医术》，后来梅峰听我讲，就找了个戴教授去见过他，听说这个人脾气很臭啊，这个经常教训人。你说你有糖尿病，他帮你治疗的话，他说你怎么这么瘦，对不对？你有没有吃点甜的？甜的不能吃啊，饭也不能吃啊，西医交代的，糖尿病再一吃这个都会变成糖啊，那更雪上加霜啊，所以都不能吃。他这样的，他说你再不吃命就没有了，让我彭义俊治病，先喝2碗糖水啊，把糖水喝完我再帮你治病啊。他真的很厉害，这个怪杰。我手上这本书啊，叫《医术》。20多年前，我在立法院当立委的顾问，那我时间很自由。那个时候225个立委，现在减半就100多。当时每个立委他送一本啊，丢在地上，那个立法委员的书很多，好多好东西都免费送过来，大家都不看。那我是有点兴趣，哎，我说这个人这个书奇怪，他揭开中医的奥秘，这何许人呢？我就拉回来看，哎，那立委都不看。结果发现这个人啊，虽然狂卷，言辞也很有点，狂卷，我不要说他嚣张，但他们看人真有学问啊。重点我早就看完，现在好几版，所以我讲给朋友听，他们就去弄啊。那我今天的重点还不是用中医来对抗西医，或者批判西医完全不行，中医最棒，把中医抬起来，这样子也不够客观啊。西医还是有它存在的价值啊。真正那个盲肠炎很急的，癌症第几期，剩下几天的，死马当活马医，还是需要它。那婴儿的接生呢，还是有些西医体系。那么一般外科手术，你没有西医啊，快速把你搞干净，可能太土法也不行。所以我讲话客观。那我个人呢，倒不是用西医来对抗中医，我个人更高啊。我每次演讲主题，多年来其实啊，都是2句话。那有人健康食品要我推广，那我看了好的我才会推。我的题目都是啊，推广自然养生法。推荐自然的养生的什么品，这个健康食品是这样一个主题。所以我今天真正的主题啊，上回本来要讲的是我们脱离西方医药的魔道啊，药
药物或食物，或者连他的医疗方法、医药的魔道，然后回归自然养生的正道。所以这个自然养生啊，就超过中医西医更高的境界啊，是从人的自然整体来看，是跟动物来学习。动物没有医学院，动物没有读什么台大医学院，动物没有开西药房，哎，什么用功用药好得很的，猴子就吃点香蕉花生灵光的不得了，乌龟很少运动，一问一百多岁还在那边谈情说爱，还为了感情有点忧郁啊。那天那个报纸有报道，动物园的那个乌龟都一百多岁，哎，还很活泼，它的生理的呼吸啊，所以人家读东洋武侠小说的都讲归气大法，所以都有它这个生理呼吸可以来调它整个人啊。所以西方的很多运动概念、养生概念是完全偏差的啊。所以我们从这里来客观研究。我本身不是医生，我本身学历史、学政治，大家朋友都知道啊，那是我的专长，数十年来如一日。但因为我有这个基础，所以我研究东西比较客观啊，能够综合百家，不为一家一派所限，而且我没有其他的背景压力，哎，来影响我啊，所以我们大大的来谈。那人家说你不是医生，不是医药，你凭什么讲什么？那我讲这个逻辑啊，就很简单。第一个，医生不是说生了什么病啊，每一个人都得过癌症、得过五脏的病，他才能当医生。第二个，我们看人家特技表演、看魔术，虽然我不会特技、不会魔术，但那个表演的好不好，值不值得我鼓掌，这种可以吧？你看大陆那个什么特技团啊，以前北京、上海、武汉，大概有好几个地方都有这种特技团，起码我看过两三个，哇，那真是神乎其神啊！二十几个美眉骑一部自行车，哇，那在我们都超乎想象，他就有这个本事。啊，那个比萨斜的九个椅子斜的都不会倒啊，那我们就鼓掌，是吧？他可能已经努力了一二十年，从小练的，那我做不到，我当然佩服他。那也有那个马戏团很烂的，我怎么看得出来？以前宜兰有一个马戏团很棒，前几年他说，哎，大象也没到，狮子也不听话，空中飞人又摔下来，那人家当然就退票了，对不对？表现不好，是吧？所以我们总有判别的能力。好，那现在这样，你西方医学多棒多棒，治什么病？就我真的，我们看了半天，一个病都治不好。五脏的病啊，在西医我跟你讲，一个病都治不好。大胆先讲这个结论啊，然后啊，再加上政治的因素、种种的因素，那就复杂了。那这个西方的医学侵入你的整个生活啊，我们大家可以来，我讲话都很自由啊，开场白就这么简单。从你的出生到你的往生，都被西方的医学。医疗体系控制，对不对？你说你出生了、啊，出生你怎么呱呱坠地来到地上？他你不是在山野里面一个人，或者由那个狼啊把你养大？你是个正常社会中，马上医院他要开一个出生证明。小弟我到现在出生证明我还留着啊，在当年内江街妇幼中心，那个妈妈，那个我们那个还有我后来晚辈外甥都在那边生的啊，我到现在这一般俗话叫出生史。我连那个证明都有，到幼稚园毕业证一直到现在，我再怎么搬家，再怎么样流离失所，三件东西，各种证件在啊，那衣服啊在，书籍在就好，其他家具什么东西都身外之物，哎，都可以买，都可以换，这几个东西在，所以我那个都护备的很好啊。出生证明，你才开始在这个地上有社会学的地。到你往生，你说我脑子不想活了，很多想不开了，你要结束，没有那么简单。一定要有卫生单位来啊！像我父亲都是在家里，后来那个车祸，后来在家照顾，不久他有天是不行的，后来找卫生单位来，卫生单位一看啊，给你开一个证明啊，然后真正的死亡，然后才能去葬仪去跟。如果拖久了，像有个朋友啊，年龄过童年啊，也很喜欢谈健康的，结果他血压处理不好，有一天他回到他妹妹家过世，第二天才发现。那产生尸斑种种，要检调单位来看有没有他杀嫌疑，开完证明你才能去办往生死啊。所以从出生到往生都有医生在控制，包括你的就业出国要黄皮书啊，有没有肺结核，有没有什么，是不是都影响到你啊？一个医生啊，空军飞那个什么华航飞行员，眼睛如果说你不好，医生一批你不能开飞机，整个完蛋啊。所以我讲西医整个影响到你的生活啊，加上透过公共卫生啊，那么早年叫霍乱菌啊，什么白喉三合一的疫苗叫你打疫苗，从小种牛痘
啊，到现在又什么那个禽流感什么谁那是虎啊，要你全民还好没有强迫注射啊，整个你逃不出西医体系。加上近代的更厉害，美国的资产阶级，我上面讲过，用健康保险制度全民来弄。你过去看病哇花很多钱哇，在那边叫要穷人真的不能生病，人最怕是贫病交加，人穷身体好去做做工啊，赚赚钱还可以活过来，如果人又穷又生怪病啊，那就非常悲惨啊。那所以后来他发明健保制度，健保说看起来大家互助啊，用大数法则，不会每一个人每天生病，这样保险公司他敢开，不是每一个人都摔飞机，每一个人都遭火灾，每一个人都当场挂，那他保险公司赔不完，他总是偶尔有这么一两个，然后其他钱收一堆来。好，那么因为这个方法就产生了很多盲点啊。那今天我们这个健保免费啊，这个梅峰老弟做这个，我当年是很鼓励他。那这个对健保我没有时间做太多的批判，但我当个引子来讲今天的主题。整个全民健保，我讲过挂羊头，如果你卖狗肉还好，我今天没买到这个，去买一个存在性，他是卖很烂的烂肉或者病死猪的猪肉，名实不符。健康保险就是要用健康的方法使这个人更健康，如果我健康出问题，找到这个体系，找到一个人来帮我处理健康，当顾问是不是要解决我的健康问题？他不是，他用他自己设定好的一条，刚刚我们那个周主也讲，用医疗体系他来弄你，绝对把你的健康越搞越糟啊。这里面就牵涉很复杂的一些伦理、一些哲学、一些社会学的意义，那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批判的啊。你看他随便一个感冒啊，我这个去年本来就有一个讲啊，一下这个流行性感冒啊，死掉千百人啊。香港前段时间过年什么禽流感，这个就几百人就命就了了。所以像这些问题啊，甚至在恐吓你，这些都是很大的问题啊。那整个这个西医体系，而且他用这个付钱的方式啊，你更没有办法啊。你个人不感觉，哎，挂号费很便宜啊，可能才50、100。啊，其他目前都是健保给他抹掉，你不是你亲手掏钱，你不感觉。但是这个在整个国家来看是个悲剧啊！当年在立法院，我最清楚，当天我清晨7点看到这个健保通过的时候，当时立委剩下3个人，当时的立法院长叫刘松藩，现在的跑路被抄家，副院长是王金平，还是饶颖琪吗？哎，是王金平。当天剩下林正杰几个。啊，就像这种大场合，立法院他都有闭路电视，清晨7点钟通过的时候，林正杰上台讲话，他说这个是祸延子孙啊，是全民啊一个悲剧啊，这些李登辉这些他妈要图利财团等等等等讲了一堆啊，事后就应验了。李登辉自己承认，全民健保在台湾早就倒了，他现在是因为人多，像一个人如果钱没有就破产，如果全民就倒你不感觉，而一时还可以拖，所以叫负债式的。整个用赤字的预算把债留给子孙，这样子来弄，眼前还要削你第二代健保，马上就第三代。当年一年这个医药消费只是1500亿，前几年到3000亿，今年统计6000亿啊，0.几%人，大概3万多人经常拿药，100多万人一年到头偶尔拿药，那个报纸都有统计啊，像我们这个20年也没有去拿药的。啊，大多数人可能那个或者自己就解决了，啊，买一个什么感冒糖浆来什么，所以像这个整个体系啊，一直不够用。然后便宜的谁呢？第一个便宜的大医院，慈济、长庚他们削最多；第二个便宜的大药商啊，这些制药的整个他们是一体；第三个小咖的医生呢，就自己用个体户的 A 钱方法。当年就是6个格，我一个牙医同学啊，跟我很好，我们高中同学，牙齿有问题我找他，他是很公正，他说这个当年啊，他说他附近那个皮肤科的医生没事就来看个病弄一个，一家人就6个格子马上满了，他们有套削钱，这我还真不懂怎么去削啊，所以常常爆发。最近这个牙医共同 A 健保，某某医生共同 A 了1000多万，有没有听到？某某那个南部一个制药的又 A 了很多。他不是昨天才 A 被逮到，已经 A 了很久，还有你没有知道的吗？又一堆啊，这都是弊案，这健保弊案啊，也是黑洞啊。这美帝国主义很厉害，平常啊要防卫你，叫你买军购买武器，其实两岸很久没打仗，但叫你买又旧的，不久就很难保养，不久就延长，再不行就要换新。
第二个呢，拿医药来那个弄你啊，这个用一些恐吓的方法啊，要你终身在吃他的药啊，这是我今天开场来讲的重点。所以在这个问题中啊，大家要知道，我今天强调的是，人呐、要把自己当医生，每一个人对自己的个体负责，尊重生命啊，上天对我们是很好的啊，至少在我是信基督的。不管你什么哲学，相信现在一般生理学研究承认人活到120岁是基本盘啊。那我在周边朋友很多80、90岁身体还很好，可以做很多事。那古代是因为怕整体的瘟疫的也啊，容易这个寿命不长，还有因为这个战争啊，种种牺牲才大啊。真正中国人比古代喝茶啦、抓点草药，其实很多人也还活到70、80。所以平均寿命不长的原因，是因为往往其他政治问题。不是中国的医疗方法不好，那么近代就发现了，表面的寿命很长了，大家都活了70、80啊，这个70几、80几，女性比男的更长，结果都在医药控制中活的，这个生命品质很烂。那加上近代这个食物，这20、30年来的更可怕，所以造成现在40岁以下将来更大的悲剧，食物习惯极为恶劣，忧郁症极多啊，喝一些烂的饮料、烂的可乐，吃一些基因改造的东西啊，所以神经质特多啊，忧郁症、草莓族没有抗压性啊，所以受点刺激，网络啊不怎么样，被人家什么讲几句坏话就想不开，就要上吊，就要自杀啊。那这个地球不要脸人太多了，妈活得好得很的，对不对？所以这个人怎么两下子被人家讲几句他就活不下去，没有抗压性啊。所以像这些都跟生理有关，所以怎么样吃食物，怎么样，这又是一个专题啊，我下回有机会会讲。今天讲到重点，对西方的这个帝国主义的医疗体系啊，我上回做综合性的一个开场白说明的。那今天呢，对西方医学的盲点、错误、它的魔道性做彻底的一个综合的批判。当然讲彻底也是还简单，因为要适合今天通俗的讲话。那我上回有开场白一下啊，因为这个笔没有，所以必须用红笔啊，用红笔也没什么不好啊，代表一种震撼，一种批判啊。那今天我要讲的西医的三大盲点，西方医学它盲点在哪里啊？大家日常生活中也可以体会，我们叫兜一兜，互相来教学相长复习。所以我今天并不是老师，是把我的观察跟各种很多非西医系统或者有良心血性的西医的觉悟者他们写的书来做很多综合说明，给大家做一个归纳，这样的对西方的医学的盲点你会更清楚，这样的你就会对自然疗法、对别的治疗方法你可以有更大的信心啊，是这样子的观点。我们要以道理说服，不是随便谩骂一顿。第一个，西医的盲点在哪里？生病最重要的要病因嘛，哎，什么东西先有因果？我到底生什么病？我先搞清我的病怎么来的啊。第二个，这个病的现象到底什么是什么病？第三个，我的病怎么样叫能治好，对不对？这个就三部曲，就最简单，这不要学医学，你就知道一定是三部曲。第一个，西方医学的盲点在哪里？它本身对人的疾病的病因没办法搞清楚，哎，说不清楚，讲不明白，抓不准啊！我大胆告诉你，你说刘先生，你这样讲好像太严重了。人家医学院读7年，都是平常高中都是全十项全能，科科都好的啊，这些人才能当医生进医学院啊，那是最了不起的。从日据时代啊，不让你学，真的可以学做医生啊。所以这个你怎么能把人家这个医生全否定，说连病都搞不清楚？哎，我告诉你，就是搞不清楚。我大胆告诉你，哎，他自己也不得不承认。你到现在，你去看很多报纸，现在中时、联合各种都有一版，哎，家庭医药版，对不对？这几年各报都有啊，自由时报都有，大概每一个礼拜好几天吧。然后都当然找各大医院的院长、主治大夫啊，都是权威性的啊，都是要有身份的，哎，来写这个文章。可是我常常我都很注意啊，有的还简报我都看，他常常讲一些话我就觉得很可怕。他说譬如阿兹海默症，譬如糖尿病，到现在真正的原因还搞不清楚，哎，这西医自己写出来的，这不是一篇文章常常有啊，到现在这些原因还搞不清楚，那你第一个怎么治病，是吧？对病因弄不清楚，他为什么弄不清楚？我告诉你很简单，
因为他受的医学基础教育本身不足，本身就有问题啊。他的医学教育是什么？大学医学院先学生理学，再学病理学。他的病理学建筑在三大基础上，第一个200年来的解剖学，就是把人大腿解剖，看你的器官，看你的血管怎么走。但是通常都是解剖往生者，所以往生的人呢、啊，他那个血管啊，整个凝固啊，还有很多器官呢、啊，生理的机转已经看不出来了，所以他的解剖是有问题的。后来到了希特勒，到了日本人侵华，在东北搞了，这两天有介绍731部队。搞细菌战，拿人体做活体实验，这个细菌打下去会得什么病，哎，会什么状况，哎，多久才会死亡，他做这个很残酷的实验。但是从另外一个观点，在医学上他才真正对解剖学有更加了解，对人体有点了解。第一个，光凭解剖学不够，第二个，只看人的血液循环，从哈维发现有血液循环这个现象来看人的问题。第三个，他本身就用细菌治病说，因为有细菌，哇，霍乱病什么菌，所以我生病啊。因为肚子吃了可能大肠杆菌，所以我生病。上回我讲过，哎呀，胃溃疡可能被幽门杆菌害，对不对？细菌治病说，这从法国的细菌学家巴斯特以来，200年来，从这个面包什么发酵，看到有菌啊，知道有细菌这回事，这样子来看人的病，告诉你非常不够，非常的不完满，对人体的生理机转、治病的原因根本没有搞清楚。所以本身这个西方的这个医学的基础就有问题。那近代就发现人还有基因细胞的问题，后来就对细胞了解，所以产生了细胞的营养学。细胞里面如果肮脏，吃了脏水，吃了脏东西啊，被病毒伤到啊，细胞的问题就更进的微观。第二个呢，还发现了整个的细胞以外啊，更深的人的原子分子的这种结构，叫分子生物学，更根本的来处理人的电子的问题，生物物理学的问题。人可以导电，在人体里有一个三磷酸腺苷，一个细胞里的立线体，这里面如果你的糖分进不去，好的葡萄糖进不去，坏的糖它的能量就不够，这个细胞就像有气无力，要死不活。这个一般的外面的糖分子太大就进不去，进不去以后它在血液里乱转，它变成糖尿。那里面的这个能量，真正的能量又没有，这个很危险啊。所以观测叫分子生物学，怎么样进行矫正啊？骨骼不好叫矫正，那我用归正啊，这是一个。然后呢，人有气血循环以外，真正的气血循环这个连在一起讲，这个就不是西医了，西医就是血液循环。那么这个气，你说抽象吗？人都有呼吸，摸一口气，最后人挂掉不挂掉是以那口气来做定义。还有呢，人有经络，有穴道，这个东西西方人现在也多少承认了，证明针灸是有道理的啊。北韩的学者，你不要小看了北韩，最早是他们在50年代60年代就研究出人的这个经络问题，最后大陆用电子仪器测啊，我想通常用就更懂那个。那整个现在外面有人写人体什么手册等书，整个证明人是有经络的，所以西医一套理论是 OK 的。那因为这个经络气跟血的关系，跟那西医比较用神经这个概念来解释，那这个很多气血它就讲不通。如果你没有这个整体的一个概念，你来治病往往都治不好啊。中枢神经如果老化，影响到妇女的子宫卵巢，所以你去把子宫卵巢乱切是非常恶劣，要把中枢神经活化，让子宫卵巢活化起来，这个妇女就不一样。那西医它没有这个认识，所以他对人体的治疗整个是一塌糊涂啊！我大胆就点出这些啊，所以病因就搞不清楚啊。第二个呢，先把这个大的讲完啊，再来讲些细的一些例子啊。第二个病症，病的症状弄不清楚。哎，你说这个怎么讲？我常讲，小孩子开始说肚子痛、胃痛，我活这么大我都不知道肚子、胃啊、肠，你真的要怎么分？我这边怎么不舒服？啊，到底到肚子痛、胃痛，千百种原因啊。同样感冒只流个鼻涕，啊，感冒也有千百种啊。他有的只咳嗽没有鼻涕，哎，有的有鼻涕没有发烧，啊，有的没有发烧，有的有烧，是吧？有的有痰没有痰，痰有比他灰白的、比他黄的、浓的，到底热感冒还是冷感冒？像这个都是非常多的学问啊。
所以这个病症呢、啊、怎么样，这个西医啊没办法讲清楚，还有很多症状啊，他人是整体的，他只看到这个器官出问题啊，哪一个有问题，哪里痛啊，他就解决你问题啊。其实你看中医有时候他那个脚底一个涌泉穴一按，他就把肠胃的痛压住，手指那边有个合谷穴一按，又解决了什么问题，对不对？那在西医是不可理解，西医他绝对头痛医头，脚痛医脚。那五脏是相连的，所以五脏的治病，他如果没有这个整体认识，非常可怕啊！这个病症呢、啊，他就讲不清楚你到底什么病啊？他来解释的，对，类似同样一个过敏，有不同原因，是有药物的，有肝不好，有什么，他又解释不清楚，所以在治病上产生极大的问题。第三个，第三个，今天是批判，没有红字就没关系啊。第三个，好，第三个病症，你治疗了，我的目的就要把病治好嘛，吃药要把药除掉，英文叫 release， 把它缓解掉嘛，至少现在很痛，我现在不要痛了嘛，这个眼前最重要，牙痛先把牙不痛解决嘛。好，它中间呢、啊、就产生问题，你的生病，你的这个病症、病因、病症，病好了没有啊？我们讲最熟了，我的病到底好了没有？我跟你讲，西医弄不清楚，这个又产生一连串的问题。他对这个病的治疗啊，因为这些解释不清楚，种种不清楚，对病症的认定啊，这个好不好，它更奇怪，有很多种奇怪的结果。第一个，他怎么治病？我跟你讲，第一个，西医治病三大斧头。打针、吃药、开刀，这个大家都同意吧？对不对？你哪里有病，就要打针啊。第二个不行啊，有的吃药。第三个，开刀啊，加现一种特种仪器啊，什么讲得更神的啊，比如这个结石就要碎石，把你的那个器官震碎啊，痛得不得了啊那些。所以他都用一些很奇怪的方法。然后呢，这是他对你的器官。啊，他因为看病啊，他不看整体啊，看器官。那看器官以后就很不准，看不准以后呢，他治疗就产生很多问题。第一个啊，先想把你止痛啊，像一个感冒就想退烧，就想止咳，就想化痰。其实这些对整个的这个感冒没有真的认识。最后用一些抗生素把那个毒啊、病毒、菌，他认为杀菌，逼到腺体里面。将来容易变成淋巴癌、鼻咽癌跟肺癌，所以我那天也点了一下，对不对？很多人妈妈都不抽烟的，油烟现在这个瓦斯也没那么复杂，又不是每个都做铁板烧，铁板烧似乎还不见得每一个都肺癌，怎么突然妈妈会得肺癌？啊，其实跟空气、跟油烟还其实最大的是把病毒逼到你的肺体里面，这个废物在作怪，才影响到你的肺部。啊，那西医不会承认这个，所以他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好，那么在这个他来讲，器官有问题，最后怎么样？把器官摘除啊，妇女同胞是最惨啊，哪个器官也不行啊。其实你虚冷，用温热慢慢调啊，长点瘤那都可以解决啊，除非你太久不做，那到最后一刻那另当别论。大多数他就给你啊动个手术，这边有个黑点，那边有个硬块，哇，一摸就马上就切除。切除他可以赚12000块以上的外快。第二个呢，你这个女的生命从此减少10到15年，只要妇科的动过这种手术，像剖腹生产，将来造成肠粘连都有这个艺术，都有这个问题啊。我碰过一个女性，她非常懂这个，有天她在讲话讲，绝对出轨，不管她现在用后视镜开刀用什么，对你的身体机能是破坏，影响到你荷尔蒙。所以妇女同胞，你本来可能85岁，可能65、70挂掉，你无法查证。等到有一天，在我们基督里讲，千年后上帝审判的时候才告诉你，当年你应该活85，怎么60多挂掉了？因为被西医开刀过早啊，生病出了问题啊，你无法查证，因果关系也查不出来，所以都非常可怕。好，把你器官摘掉，那有的不摘器官呢，就发明一些奇怪的方法，一个心脏。因为你的水里的碳酸钙跟这些烂的油，现在大家知道油很多烂油啊，反式脂肪造成你的油门心窍脑满肠肥，整个现在吃的都油腻啊，大肠这些勾芡造成。
成你的血管堵塞，挤压到风池穴变成脑溢血，挤压到眼睛变白内障，挤压到心脏心肌梗塞，它毛病这样来。所以你要吃好水，用那种酵素的东西，好容易把油脂化掉，这血管通了，心脏自然好，压力就减了。不从这里走，它把血管分开，让你的一种磨道方法啊，让你再不行了，好、啊、就心脏绕道啊，重新啊，这个大陆叫搭桥术啊，然后还有什么气球去扩张血管啊，叫气球扩张术啊，像我们总统啊这些，李登辉这些都好几个这个支架啊装什么啊，今年不行，明年哥俩又装支架，证明他无法治疗，懂不懂？然后用一些奇怪的方法把一个人这么折腾，动物会不会？动物不会这样的嘛？那大象吃草，人家活70岁，如果每天心脏要这样子搞，还得了？所以这种都是魔道医学，不把人的这个生理整个去改变，而且把你器官上乱处理啊，装个什么心率调整器啊，再来呢，关节稍微有点不好，那个钙呀、啊、没有处理好，那很容易解决的，跟食物有关啊，你爱吃甜的，爱吃可乐，爱吃这些东西啊，过度的西药啊，碳酸、磷酸，把钙带走，造成骨质疏松，造成骨骼膝盖出问题。好，再找到西医啊，你这个不行了，膝盖没救，马上换人工关节，看没有？哇，这个还有这种准备要上市。以前有个老兄弟，刘兄，现在有一个很棒人工关节，哇，将来会上市股票，多棒多棒！我说我听了这四个字就讨厌，什么叫人工关节？要去赚那个钱，我绝对不会干那事。好，所以这个人工关节啊，还有一些名人叫人工高能，反正什么都可以人工。啊，手脚折断了没办法，你要义肢呢，定到没？把一个人的五脏都用这些旁门左道去搞，这认为他认为他的医疗就是这样的。好，最后得到癌症了，癌症也不是上回我们都谈过，反正黄老师也谈了，哎，癌症也不是大不了的事。那结果被他一讲，绝症，三把斧头，先用开刀大肠癌切一些，不久又再犯他，因为他免疫系统已经完蛋。再犯以后呢，再扩散，好，化疗不行就放射性疗法，三把斧头用完，癌症本来就绝症，你就该挂掉啊！你不行就家属负责签字，哎，这都违反一个逻辑跟伦理。这个开不开刀，能不能怎么样，是多专业的问题。你医学院学了7年，你来做事，我们外行人被迫要在一个不懂的市场去背书，这本身是一个很莫名其妙的事。哎，你家属自己自愿的，你自己签字的，哎，所以谋财害命，不但用合法手段来取得合法，而且他赚很多钱，然后最后把你折腾死了，误会一场，对吧？我的学问就这么大，哎，我今天就只能学到这里。癌症就是绝症，我先给你定义好了，是不是？各位，你想我讲的话都很通俗，没有什么大学问，这个事情天天在发生，在医院里面天天发生，你我都碰到，你我都有亲戚朋友。都有被这医疗浪费错误的，大家想想看是不是这样的？所以这都不用说的，他还有的给你开头麻醉，打个醒你剂，就已经变植物人了，是不是？我们这是还没治疗第一关，检查就出问题了啊！什么电脑断层扫描，那个比 X 光厉害几百倍，那脑袋就被他扫描了差不多了啊！所以这些都是拜托，不要再被这些西医魔道把持住。啊，向动物学习，一个蚂蚁它都可以咬着吐司面包走那么远，怪怪，生命力的东西它是多强？怎么这个人这么聪明，会被折腾这个样子？啊，那真是自我造孽啊！所以无知是最大的罪恶。好，所以他的病好了没有，他无法定义。好，这几个签啊、割啊、什么装什么东西啊，这还不可怕，最厉害的要削钱削更久的药物控制。好吧，武侠小说、武侠电影最多了，哎，中了魔头的暗器啊，一死也死不了。但是你每两个礼拜拿解药，不吃解药，到时候气血攻心啊，哎，怎么样，挖掉，对吧？武侠小说有基本这种理论，西医就是用这种基本理论，先定一些指标，三高的药啊，40岁一开始一测量，哎呦，血压这么高，你开始不行了，这个完了。几乎不可逆啊！开始要吃降血压的药，拜托，吃到挂还在吃。糖尿病不可逆啊！蒋经国贵为中华民国总统啊，他们家族都是糖尿病，
糖尿病本身就食物习惯不好，造成肝肾产生问题，胰脏的功能就相对减弱啊，这非常简单的道理。所以中医治糖尿都非常简单，肝肾交泰，国泰民安的泰，肝肾先平衡，胰脏是三位一体。譬如你这个甜淀粉啊、糖啊，慢慢要这个胰岛素来转化。那你这个肝呢、啊，如果你甜的吃太多，肝那边的转肝糖的力量就慢，就跟那个有的好的水慢慢滴慢慢滴，不是自来水哗哗哗你给一桶就捞走，那要慢慢滴，滴两下可能再一小时才有，那你搞太猛了，竭泽而渔，糖的功能就丧失了，或者影响，或者慢慢了，你的胰脏跟肝脏肾脏配合不了。所以为什么暴饮暴食大鱼大肉会出问题的，天天吃白米饭啊，那容易糖尿病啊，吃的过甜。但原因呢，它不是没有救，它可以让你慢慢的缓解，把肝肾啊，肝是解毒，肾是排毒啊，肾其实还分配营养更重要啊，不要小看肾脏。然后呢，你的本身的这个胰脏呢是三位一体在作业，那胰脏是人很重要一个器官，躲在里面啊，要得胰脏癌就很难救。胰脏本身呢，它可以解蛋白质，解掉脂肪。胰岛素它叫南斯小岛，当年发现人得诺贝尔奖，它可以帮你的这个淀粉糖分化掉，是这样的东西。所以胰岛素不足，身体整个功能乱了，是一个结果，不是原因。你每天认为胰岛素不足去补胰岛素，所以他那个西医治血糖，我随便讲两个，他错在哪里？第一个，那个糖的高低是个自然现象，对不对？你吃甜吃多，你要让它管道通畅，细胞活化，本身那个糖分它能解掉啊，因为你那个淀粉跟那个糖是高分子，一定要打成葡萄糖跟果糖才能吸收，就真蜂蜜啊，它本身就果糖葡萄糖，喝下去一点问题没有，水果的糖 OK， 容易快速吸收，变成你的能量，所以人不能没有糖。若你的精白糖什么淀粉那个吃太多，本身它要二道转换，经过胰脏再消耗一次，把它打成小分子，这个身体细胞才能吸收，这样就要耗你极大的胰岛素，所以造成你转不过来，胰岛素功能差了。好，那糖分就在血液里转，那弄到小号上那个蚂蚁爬爬，哇，这叫糖尿，这个名词都不准的，跟这个消渴也不太一样啊。我现在不讲那么细了，那从这一点就跟你讲，西医根本搞不清楚。然后呢，第一个先降血糖，一下就把你血糖降过深，造成这个血糖在血里面乱转，它物质不灭，最后就逼到手指脚趾，逼到手指头脚趾头那边的这个血管功能就差了，不能营养，手指头就产生问题，最后就溃烂，溃烂它然后就给你开刀啊。苹果日报有一天我看过一个头版，在几年前我还有这个报纸整个有拿下来，第一版啊，苹果日报很厉害，19天内糖尿病人截肢，不知道锯手还锯脚13次，这医生19天内把他的腿啊锯13次啊，你说这叫什么医学？这不是魔鬼是什么？我跟你讲，这是魔鬼医学啊！糖尿病他治不好，不可逆啊！这西医完全不懂什么叫糖尿啊，非常简单，你只要好好的调整饮食，调整3个月糖尿病就好啊！我看过一个医案，辽宁省人民医院啊，这以前在书店有一个书啊，那个各种验方啊，去找应该还有，我就随便翻翻，因为我很喜欢逛书店，随时翻各种东西。110个糖尿病的案例，中间就用淄博8味地黄丸，这是一种中药，就是这个淄母黄柏这些啊。那么因为它比较热，所以加上淄母黄柏比较凉，这个东西对肝对什么都非常好啊，滋阴的啊，这个对身体很棒，他就这样的。用了几个月，55个人完全好了，30多个大幅改善，除非那个先天特别的那种第一型的那个糖尿病，有11个人还没有改善。他110人，这个公开人家医院的病例，也不是随便乱讲，太多方法了，单单吃枸杞子对你的糖尿就缓解啊。所以糖尿病你要去第一个吃降血糖，降一辈子降不好，降到最后就是截肢。第二个呢，直接打胰岛素啊。打半天，他用猪的胰岛素来萃取以后打到你身体，取代你的胰脏的功能。胰脏这些都叫腺体，都有一种腺体的啊，不是单一个器官。它这个腺体分泌的胰岛素的功能没有了，因为你取代别人进来了，它停止作业，所以胰脏萎缩啊，洗肾也一样，你肾脏不用它就肾脏萎缩啊。你要让肾脏活过来，不要去洗肾，
要让胰脏活过来，不要用胰岛素，让你胰脏自己去解糖，这才是正常之道。他不懂这个道，用胰岛素来取代你，永远在打胰岛素，打到死还在死。这个人最典型叫蒋经国啊，中间因为肝经络不通，所以糖尿病人眼睛看不见，迷迷茫茫啊，然后就产生白内障、青光眼，又一堆乱解释啊，黄斑部病变都从肝开始。所以因为他的这个胰岛素也好，他的降血糖药下去，肝都不能吸收，不能吸收在身上变另外一个毒性，肝不能解毒，肾不能排毒，你这个人一堆毒在身上，那你真叫毒人了，病人加毒人，对不对？自己把自己毒死了，这么可悲的医学每天在发生啊！所以我就给你讲批判这个药物控制，通过健保，哇，从40岁吃到60岁，还在吃降血压的药，还在吃糖尿病药啊，还有另外第5种、第6种那个根本。认为他根本就懒得治，也治不好，也不知道什么的东西。我举例例，风湿病、气喘，这个痛风这类病啊，一喝酒又痛，又去拿药啊，然后这种人很多啊，手上都鼓起来了，一堆家伙还要喝酒，对不对？西医给你保证治不好啊，气喘啊，严兴打个电台找个医生，中午讲，哎呀，我气喘怎么办？气喘就乖乖喷那个类固醇。没事就喷两下啊，反正逃不了也死不了啊！喷了，我那个同学一个律师很有钱的，就家族性糖尿病，然后有点气喘，没事就喷这些东西，这不叫医疗，你看没有？症状好了没有？根本就没好，根本也治不了任何一个病。我开场那个大话没过分吧？我快速的就讲到这边啊，证明跟你讲，西医治不了任何一个病，你现在绝对相信，连感冒他都认不清。感冒就不应该是从小我们感冒有咳嗽就止咳化痰各方面啊，我现在还有时间，因为刚刚也站了我几分钟啊，所以我现在再讲啊，我个人为什么对中医对自然疗法会去接触，那也感谢我的信仰师，人到经过一些特殊的才会，小时候感冒哪个不吃药，不打针，不吃什么抗生素啊，什么那个还有什么盘尼西林这一类，那我一两年啊，偶尔感冒一次也好事，是排毒。在我大概20年前，那时候还在立法院，那个时候突然又有一次感冒，很奇怪的一个感冒，只有单独咳嗽。大概我一个朋友啊，跟老婆闹事，就住在一个小宾馆，跟我很好，那个呼叫器拉我去，可能那个窗帘各方面种种因素很不好，所以弄得我最后啊。一辈子没有得过这个毛病，现在也没再得过，但是这个对我的人生有大帮助啊！我很感谢我的信仰。突然我就不久得一种咳嗽，也没什么厉害，突然就干咳，好像要气喘一样，那个神经都会紧绷，没有发烧，没有鼻涕，没有痰啊，没有什么其他的怪现象，不像一般的感冒，也不是虚寒。好，我就找立法院的那个医生开一开，那个时候没有健保，叫劳保，还要补个80块，给你一点粉红的啦、咖啡色的胶囊丸子，吃了2天也没好，吃几天。后来找我从小看病的一个医生啊，以前那一个情报单位医生，在金华街啊，他那个时候还活着啊，也大概250、300弄一弄，配点药还是没效。后来我走到南昌街啊，有一个中药行，那个老板本身是药商工会的理事长。他不是正牌医生，所以他不能看病。那我姓林，这个很有意思。我过去买过他一些科学中药。我就今年我想讲这个细节啊，很有意思。我这样跟他这样聊了一下，我说我这个咳嗽，我哇林老，我已经搞了半天，搞了我一个月也没好戏。我说我用科学中药看看。好，他就抓几个川贝啊什么，治疗这个西医止咳的。那这200块钱一打就10包，2、3小时就一包，反正很方便。这样子搞了2、3天，好像也没有完全改善，还是有咳啊。那我就又跟他研讨研讨，前前后后16天，可能我花了1000块，也就200，每天喝，加点川贝啊，加点什么样改。我跟他两个人互相切磋，我说加点这个，加点太慢了。到第16天啊，我这个咳嗽搞了我1、2个月啊，有一段时间好了1个月就又犯，哇，那真的很麻烦。如果不好，可能变气喘跟什么。真的是一个很怪的咳嗽，西医反正我没办法解答我。
我就跟这个老林啊，就这样抓抓扯扯药。16天后，我觉得我肺部好像清醒一点，咳嗽消失于无形。哦，我从此才知道，原来中药可以这样的解决感冒。所以我这从那以后，我20年没有再吃西药，偶尔没有什么别的病，就是会感冒。那感冒偶尔去，有的发烧，有的没有发烧，有的时候虚的。那后来有更高明的中医跟我讲，你有时候咳嗽一直不好，光吃中药西药都没有用，先把肠胃温热，温热以后气管就好，就不会寒，本身咳嗽就好。所以很多气喘的人呢、都因为爱吃生的，现在很可怜。从冰箱到外面的超商一打开，小女生小男生都是冰。我那个学生呢，他住宿的那更惨，他什么都是冰，不冰不吃。这些冰本身人的人体35、36度、37度，再多就发烧，再来就虚寒，那个各种菌啊癌症就容易起来。那如果你像冰库这样的吃下东西那么冰，哇，不冰不过瘾，吃下去肠胃压到11度左右，整个肌短就动了，像自助餐晚上天冷一点它就会生那个油啊，琉璃台马上就油油。那你人体这样的堵塞是不是产生各种肌瘤各种毛病，尤其妇女同胞，那后果就不堪设想，甲线油又烂，根本不能代谢，造成你五脏下盘的病。所以从生活改善，从最基本的先解决，人在温热种种就改善了很多。所以不要用这么接受这个魔道医学，把你器官也割了，把你什么这么不可逆没救了，哇，这边有个黑点，那边有一个什么硬块就不得了，拜托，这叫医疗恐吓啊。所以我这个随便先讲到这里，我再最后举几个例子啊，这个原要讲的话太多了啊。刚刚我的英文字叫 holistic， 这个英文什么意思？不是神圣的，它是一种全医学意思，整体的，近代学术讨论的，不能见树不见林，你要整体来看。一个，我今天在捷运上我就想到这个啊，这个概念，因为因为时间关系也没办法讲太多。这个全医学整体来看你这个人，你这个人的整个的生理机转啊，是这么一个人啊，6尺之躯站在这里。而不是有毛病的时候是某一个器官出问题，去针对你器官把它当成物去解决。你人是一个生命的，是一个整个活的现象，所以真正的看病是看你的望闻问切，中医讲让你这个人的整体生命力重新恢复发挥，这才是看病的，叫维护健康，恢复健康的一个正道，一个自然养生的正道，而不是去解决你的病症病状。结果我还讲大前提都没搞清楚就给你乱解释，对不对？一个五脏的毛病有很多，他解释不清楚，用这些奇奇怪怪的方法搞你，那弄在国家整个的社会的整体政策来看呢，就在浪费钱，所以你的钱也破了，身体就一直往下走啊。癌症一切割以后就产生这个侵入性，以后免疫系统瓦解，人的寿命就差不多完了。所以癌症是被治疗死的，最多叫存活率啊。什么叫存活率啊？我给他个名称的，西医治病叫苟延残喘术，在你还勉强活着，这英文叫 survival 啊，一种 rate 比率啊，这个叫做存活率啊。譬如说这个人这一次做保险的就要懂这个东西，你这个人最多再活5年，像50几60动过手术啊，妇科的手术，有的像郭台铭的夫人可能3年就挂了，有人乳癌啊弄弄半年1年就挂了，有人急性更快，最多5年，少数超过5年都已经奇迹了啊，剩下3年2年1年半，反正就是切割完毕，你1年半了差不多该挂了2年，这叫什么医学？这叫恐吓，哎，苟延让你苟延残喘，暂时在活着。我跟你讲，就是这个道理，哎，就像马克思讲，资本家砸工人，给你那点工资是让你能吃饭活下去，让他继续砸去啊。他的工资，马克思的这个学问非常棒的，他的尖锐性的，让你这个像奴隶一样、工奴一样，让你再活下去，继续给他砸。你的吃饭的那个意义，你的工钱只是这样而已。你的治疗本身就是个人是病毒，已经被炸了，被他分解了，被他折腾的差不多啊。所以整个西医的治疗，我常讲，小病变大病了，本来只有点小毛病，好好处理就没事了，被他一治产生大病啊，旧病变新病，哎呀，你又引发什么病啊？然后他的西药开给你的本来就助你，我今天本来要带一些人家那个药的那个看病的那个药袋。我以前看两个老先生父母俩药袋上面
随便治一个痛风，治一个心脏，治一个血压，后面的造成有后遗症，他没骗你哦，西医有什么禁忌，可能会这个头疼，可能会胃痛啊，可能会呕吐，可能会昏眩，哎，七八种副作用都写上去，这种还可以叫药，那个副作用本身就心的伤害，伤到别的器官，伤到别的肌肉，是多么恶劣的事情，这样子还敢跟他拿钱，还敢这个药还治病，卫生纸说这种东西是 OK 的，你别的吃的会有健康，稍微讲两句马上罚钱，不可以讲疗效，那吃东西没有医疗效果，药食同源，吃东西养生就本来就防止病，古代人的麦呀、啊、米呀、啊，本身它就维他命 B6， 它没有精白化啊。将来我们讲食物的时候再来讲，那么本身就不会糖尿病，不会什么，因为维他命 B6 这些都杀掉，它当然容易糖尿病。精白饭你这个便当吃两年，保证糖尿病，糖尿病就这么来的，很多原因。所以它这个西医的霸道，小病变大病，旧病变新病啊，然后呢，这个急性的变慢性。啊，感冒不治好，久了变气喘，气喘就这么来。刚刚讲生冷过度，再一冷淡，冬天又犯啊。很多杰出女性气喘病很容易治好。我常讲，邓丽君如果是我女朋友，绝对死不了，对不对？名女人崔爱莲，什么林翠啊，60岁就气喘病挂了啊。那一次肺部什么凤飞飞，嫁的那么好的老公也是60岁左右啊，就完蛋了，都不会处理。所以官有钱没有智慧，没有学问有什么用？那钱是别人的，好，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西医啊，小病变大病，旧病变新病啊，急性变慢性，然后又发明一些新的病的名称，然后又发明了新的药。我看一个量子检测，一个肠胃啊，一个什么肝呐、啊，不是那么两句话，肝病两个字带去了、啊，肝癌、肝炎、急性、慢性、A 型、B 型，它里面那个还有什么肝血管有什么列了几十项、百项。一个肝一个胃啊，他那个检查人用西医这个名称列了几百种。那在医学院里呢，在医院里呢看病，他又用这种瞎子摸象的方法，哎，给你分科啊，肝胆、心脏、血管啊，肠胃科、耳鼻喉科、妇科，哎，家庭医生、小儿科一堆。人的五脏出问题的时候，有点地位的人找几个医生来会诊啊，多两个医生看看你。那么小咖，你就某一个地方开头就被他诊疗错，说不定，对不对？常常还有个良性瘤、恶性瘤，哇，都搞不清楚。没有整体来看这个人，没有用我讲的全程的医学，没有整体的综合的医学，所以西医宏观也不行。没有整体来看一个人啊，没有更细的细胞营养学微观去看一个人，他只看器官，看这些，到现在还用这么落伍的概念来治病，他总会治得好。所以我这个非医生的来批判他，我总有资格吧？事实每天就发生嘛，都治不好病，每一个人都一堆药嘛，在拿嘛。那这是我今天讲的这些医疗的东西啊。那还有很多西医啊、中医啊，那相对的问题啊太多了啊。那我想很多我们对中医、西医的这个问题啊，还今天只是一个开场白，都是开场白，逗点。啊，要讲的人太多，医学的书千千万万本。那今天我在讲，我们这些老百姓要干什么？希望透过这样的大众互相自我教育啊，学校教不到这些，我们整个互相的自我教育，让大家了解，然后造成共识，影响明代，影响舆论，让立法能改变，让整个医疗体系能改变，不要再用西方的霸道的这种医疗方法来取代健保，应该用自然的养生的方法来取代健保，这样我们交这个钱才有价值，才真正的个人强身，社会强国，整个民族才会强走，才有办法，国家才能发展抵御外敌啊。所以今天因为要讲的东西太多，那时间关系啊，因陋就简，很多其他重要的好的例子还没有讲出来，但是我想还有很多机会，未来可能对食物的习惯，怎么样选择好的青菜水果，怎么样喝好水，怎么样批判不当的传销的这些健康的钙食品，我都有办法讲啊。现在拉达报告到这边，还有时间希望大家一起来讨论啊，交给我们主持人文成兄，谢谢。